挑剔的时候你就很嘛，常常这个时候你都不见得能完成的了。做外天啊，把一些铺烂的铺草根的铺这一层路铺菜面什么，这就是嘛这样很时间头给草根了。我到阿里对阿里头完了，常常都是头这个味道。但是吃到那个炖的菜，跟毛不变炖的菜，那个是丢草。啊，那个好，现在大陆现在都不包，你上次话讲。哦，你下回那个发财的那个在一个干啥跟山东的话，都来做王母都来什么？那这一个金龙这块这带呀什么的。好啦，我这个自己天天来天天还钱啊，嗯，好了。这个东西啦，做头钱，那个花款，那个做文产，那你这里钱呢？啊，你有钱就可以赚，才有钱才有的不？还你老大老白的钱有的？哎，他还比钱我放心。那大些那会好些吧，这还热乎嘞。那俺有些到那嘛，那他给你看你的产品，不看你的不产品。广州那草呢，在台湾那种，在那种还草呢还多，所以有什么多会高些，多还有容易。那大还有些在工地那个关键，那地水那个大那个老工地，大量倒进去。我们小时候吃的五谷杂粮吧，反正是能吃饱都感觉很幸福。小时候我们都是没有零食嘛，跑到田里摸个瓜爬个树抓个枣，那个时候都是这样过。这个社会你看，我们国富民强嘛，这个民富则国强。以前没有高的楼，现在高楼遍地，马路宽敞，公共设施都比较全面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住的那个土楼啊，土楼那也不是说家家户户它是遗留下来的，然后还有住的更惨的，就那个灰土做的那个土墙，那个很不好，很容易倒。就我们是住在那个地方，不管是盖还是买的房子那都非常好，而且这就是咱们国家好政策好才有这种让老百姓衣食无忧，还有那种有地方挣钱的那种感觉。土田这边改变真的变化很大，因为土田人有一股拼劲，爱拼才会赢是你们的本质嘛。还有这些土田的这些企业家嘛，对家乡的回赠都是你们土田人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土田能发展到今天，也是所有土田人包括海外侨胞这些人对家对国这个情怀所在，所以土田会越来越好。我现在住的是比较老的老式小区，那它虽然比较旧一点，但是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。那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老式小区的治安问题，那我希望我未来的家它可以有一个更强的物业，小区能够有更强的治安管理，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。那在大家安居乐业的同时呢，少不了我们祖国的日渐强大。在这里我祝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